我细个嘅时候，婆婆会成日带我去影相。咁无聊，去边度啊？我觉得真系好无聊。我知边，你影相上面啦。去到边，影到边。又影，无聊。以前唔识珍惜同婆婆相处嘅日子，直到婆婆有事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婆婆这么喜欢影相。婆婆她是想保留我们一起生活的回忆，因为她明白到我们的历史是需要保存的，有些时刻过去了就追不回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身边的历史文物都是一样那么重要的。从前一直经过这些历史文物的地方都没有真正留意到，希望我没有发觉得太迟。